第一首练习曲。五节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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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拍两下，一拍四下，所以你的弓段就只有几种，三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你是有时候给速度都忽然间会 变快？没有，我要加快啊！是快是你，我是要加快啊！我以为你有会听啊，到尾是啥物话？我要加快一点，你一直搞我拖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示范给各位看一下。后面应该是，等我一下，大晚点。不好意思哈，我写错，应该是这样才对，这样对，太溜开了，好反光，这个练习很好用啊，等一下我会教各位怎么样去教他弹这个练习，那我们再一次，不好意思，不播又要问，好了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所以我的口诀是这样的哦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二二三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二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一二三四，一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一二三四，一。OK， 来，来，来，一二二二三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二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一二三四，一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一二三四，一。第三小节跟 第三行跟第四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推弓跟拉弓。第三行是拉弓起，第四行是推弓起，所以你的弓会跑出去。你看啊，它就是这个是我在高中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的训练，我才开始都拉起都用推弓开始，因为我发现人家他们都会去训练左手跟右手，就是左手咚咚咚咚咚，你看有的人讲过咚咚咚咚咚咚，伊会晓讲，安尼倒变伊袂晓讲哦。啊，对李明雄，因这个神级人物哦，因迄是左右手拢发抖的，可以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后来我看完他的，就是伊有一段时间拢来阮老师遐时阵，我就听他的，听他来学校上课，伊来阮成功，阮老师邀请来成功国中综合。啊，看阮，我看阮某因，啊，伊想要读新闻，我听他在讲一些东西。我就直接把这个拿来练我的二胡，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就，然后你要短，要很短，它那个东西就，是不是就跑出来了？然后，所以它第四句，这样了解吗？它会有一个你的管的协调性跟你的那个背力的训练。OK， 好，我们再一次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二二三，不要点，不要这样点。你看，你看完就，就是正常，就长跟短的，不要慢呢，不要那种坏习惯。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二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。
完整句再一次。你最好回去再练的时候用我的口诀练，你会比较轻松，而且就马上背起来。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二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外旋练完练练旋，三、四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。自己自我训练量。